鸟类的听觉非常敏锐，估计能辨别是谁回到家。姐姐和妈妈回家它才会叫，爸爸和哥哥回家它却没反应。而且只有姐姐回来会说去头头，仿佛说姐姐出去玩没有带她去。姐姐去头头没有带你出去，姐姐回家了，估计在楼上已经开始叫了。谁回来了？谁回来了？姐姐回来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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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估计看姐姐没有理他，很失望的叫：“你没有去躲他。”